就是在这个期间呢，是青莱呢已经打了两场正式比赛了，打了一场国内的联赛，打了一场亚冠比赛，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是正式比赛的第一场，今年的第一场正式比赛，所以说我认为我们球队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因为我们大家的训练都非常努力，所以说一切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们准备好了。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做好这个困难的准备了，因为每一年的第一场比赛都非常困难，然后可能比赛过程啊会踢得比较艰苦，但是我觉得结果是最重要的，我们是要一定要全力以赴拿下比赛，然后献给这个北京球迷们以及全国球迷们。我们现在大家都面临的一个比较困难的情况，因为国内的疫情很严重啊，每个人都很担心啊，但是我们在海外备战呢也经过了很周密的准备，今年的整个准备情况也不太一样，我们已经做好了打好这场比赛的准备，希望我们能够到场上呢延续我们一贯作战的风格，去把这场比赛拿下。